按错了，对不起。刚才提示我离开 WiFi 了，问我是下播还是继续直播，点错了，点成了下播。不过我也要下了，上来跟大家 say 个拜拜，豆豆，我要换衣服了。我这个本来想出来换完衣服再 say 拜拜，但是我出来之后发现我这个客厅里面的镜子实在是太多了，不适宜把手机放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反光，好可怕哦！哼，奶刀过来，过来，我先下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是的，太不安全了，拜拜。好的。